虎扑11月18日讯，法国中场托利索已经回到了拜仁。图片报表示，在周二的训练中，托利索因伤缺席，他可能缺战周末与不莱梅的比赛。图片报表示，托利索缺席了周二拜仁的训练，他之前因为受伤提前从法国国家队返回拜仁。托利索能否在周末与不莱梅的比赛中出场还不一定，现在也不清楚他将伤缺多久。拜仁没有说明托利索的具体伤情情况。